大家好，我是顾俊。那刚才你看到所有画面呢，都来自于我手头的这一台 Z50。那这是一台拥有 Z 卡口的 APS-C 无反相机了。那它的特点，当然第一个就是，对不对？体积非常的小巧便携。那第二个，看到没有，有一个翻转触摸屏了。那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我使用它去了各种地方，然后我的体验就是它是一台拍照跟拍视频都可以胜任的这么一台无反相机了。那今天这个视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相机的优点跟缺点。第一个要说的优点呢，当然就是它体积小巧便携了。我知道很多人不同意，他要说你要说它的体积并不是最小的，对不对？我要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机身呢虽然不是最小，但尼康非常聪明的把它这个套头的这个镜头啊做得非常非常之小。你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时候这样伸出来一下，然后用完了以后把它这样缩回去。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聪明，那就是你在拿在这手里的时候呢，它并不会因为机身特别特别小让你觉得握持感不舒服。那这个 Z50 呢，在长时间使用的时候，我觉得握持感非常非常舒服，一点都没有会觉得累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如果你放在你的包里的时候，你把它这样收起来以后，它放在包里一点都不占空间。那尼康我觉得在这台相机上真正做到了穿衣显瘦，脱衣有两坨肉，好吧，就是我觉得非常棒，我们的梦想就这样实现了。那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尼康保持了自己一贯的这个人体工学的设计，所以在握键在握感上面啊，在按键方面啊，包括这个触摸屏的体验，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那这个触摸屏不只可以用来对焦，同时呢它也可以用来控制菜单、更改菜单，然后放大这些的都可以用到，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好吧。那唯一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这里并没有一个摇杆，但是在这个级别上每一家这个类型的相机好像都没有摇杆，所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觉得这样的体积跟重量，就是这个580克左右的重量吧，我觉得非常适合旅游啊、家用啊，包括 vlogging 有没有 vlogging。那作为它相机呢，我们当然要讲一下它的拍照性能有没有。那接下来我先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连拍性能。11张每秒的连拍，支持连续追焦，有没有很可怕？作为一台 APS-C 相机来说，那更可怕的是，我觉得它的高感性能了。那在高感性能，在同级别表现里面，我觉得是我没有见到过的。你以下看到的这些照片呢，都是我使用这台 Z50 搭配套头拍摄的。这在以前一台 APS-C 相机搭配套头，你能拍出这样的高感表现，在这样弱光情况下，我觉得很难想象的，是不是？我觉得对啊，表现非常不错。当然，我拍的也很好。好，接下来优点呢，我要说的就是这两个镜头的防抖功能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用了，好不好？你看到所有照片其实都是我手持拍摄的。那这边这个1650呢有4.5G 的防抖，这边的50/250呢有着5G 的防抖，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用。我不知道要说多少个非常，就这个是我用过的套头里面我觉得防抖效果最好的。那另外一个要说到续航的话呢，尼康那边宣称这个续航是300多张啊，怎么这么保守？我可以拍400-500张。毫无压力，同时它 USB 可以随时充电。那我希望它是 Type C， 但是它是 Micro USB， 但是有比没有好，好吧？而且它不挑充电器的，好吧？所以就还蛮好用的。那如果你要是拍摄人像的话呢，这台 Z50 有着跟 Z6、Z7 一样的眼部追焦功能，无脑拍人像，好吧？如果你这还不会拍人像，劝你放弃摄影。哎，是不是话说太重了？反正就是拍人像很好用。那如果你要觉得镜头还不够多的话，它也一样的支持。F2Z 的这个转接环是叫 F2Z 嘛，就是 FTZ 的转接环。所以如果你以前就是用尼康单反的话呢，买个转接环你可以转接无限多的尼康单反的镜头。最后给我来讲优点，当然就是它的强悍的视频功能了。那在过去几个星期我把它带在身上，其实去了不少地方，然后拍了不少的视频，但我没有放在我的频道，我都放在我的周边频道了，叫油腔又滑调，你要不要关注一下呢？这真是一个无耻的植入啊！尼康 Z50 拍摄 4K 的时候没有剪裁，它可以拍摄25帧、24帧、30帧的画面。如果你要拍摄 1080P 的话呢，它可以到100、120帧的升格。那拍摄升格的时候，它依然可以自动对焦，依然可以收音，我觉得蛮强悍的。那如果你拍摄的是有人的画面的时候，它可以使用脸部追焦，那这个是跟尼康 Z6、Z7 是一模一样的。那拍摄视频的时候，可以说自动对焦起来非常有效率，非常方便了。那如果你要硬说它有什么遗憾的话，它仅仅是没有 Analog， 但我觉得以 APS-C 的定位来说呢，我觉得 OK 的。
好，那缺点第一个要提的当然就是它没有机身防抖了。就像我前面说的，如果你使用的是套头的话，它套头本身有非常非常好效果的镜头防抖，但是一旦你换成我手里的这个定焦85F1.8 的话呢，很可惜又没有镜头防抖又没有机身防抖，所以在弱光的情况下其实受到一定的限制的。其实如果 Z50 搭配85F1.8 这样的镜头能拍出非常非常漂亮的画面，那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对不对？你有看到非常漂亮的画面，对不对？那有时候你会觉得没有这个机身防抖呢有一点点小遗憾，但是话说回来，其实在这个价位上，其他的竞争对手其实它也没有机身防抖的。好，那第二个大家会抱怨的就是它的屏幕，虽然是翻转屏，但是它是往下翻的，比较的奇特，有没有？那往下翻呢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你往下翻的时候没法放在三脚架上，如果放在三脚架上呢，往下翻又翻不到头，所以看不到自己。那我个人其实还好，我如果要看自己，我如果要拍 vlog 的时候，我都是用掐着观众脖子的拍法，就是手持的这样子，我也不用什么 GorillaPod。 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其实是有个解决的办法的，就是斯摩格 Small Rig 呢它有一个小小的配件，可以让你把这个三脚架的这个口呢移到外面来，这样子你又可以使用三脚架，又可以把屏幕往下翻了。就是这个配件大概100-200块人民币，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看看要不要购买。那我个人最大的抱怨呢，其实来自于 Z 卡口目前的镜头，不管是全画幅还是 APS-C 画幅呢，镜头相对来说都比较有限。那目前 APS-C 呢，只有我刚才展示的两个这个套头，那我很希望说之后能推出一些 F1.8 F2.0 的 APS-C 专用的更小更轻更便宜的定焦镜头。你知道我个人有多么喜欢定焦镜头吗？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能推出一个10-18或者10-20的那种超广角变焦镜头呢，对于 Vlogger 来说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好，让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这台 Z50。 在我看来呢，它是一台体积小巧、方便携带、握持舒服，最重要的是画质也非常优秀的尼康无反 APS-C 相机了。那跟所有的尼康相机一样，它都用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顺手，非常的想继续要使用它。那跟所有的无反相机一样呢，它都有着所见即所得的操作，所以在拍照也好拍视频也好呢，这么一台相机用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容易了。那如果你是之前一直使用尼康的用户的话，理论上所有尼康的镜头呢都可以通过转接的形式在这台相机上继续使用。那如果你是尼康的专业用户，使用 Z6 Z7 的话呢，所有的镜头在这个上面也是一样的 Z 卡口的镜头可以共同使用。那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聪明非常明智的选择。那APS-C 跟全画幅使用同样的卡口的话呢，就在你以后升级也好，就是在你以后需要备机也好呢，都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或者使用什么转接环之类的，那就非常非常方便了，好吧？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共用 Z 卡口这个设计。那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欣喜来自于尼康在这台 APS-C 相机上面呢，把所有的视频功能都给了它。那在小小机身上面，小小的机身，这个有没有很耳熟？大大的卡口，小小的机身。那在这台相机上面呢，有着所有你要用的视频功能，不管你要拍 4K 也好，拍 Full HD 也好，那自动对焦、人脸识别这些功能都在这里面。如果搭配上翻转屏的话 ，Vlogger 也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这台相机还蛮有意义的。我个人觉得就是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舒服。那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呢，我使用这台相机真的还蛮多的。这就是今天视频内容。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呢，转发、评论、点赞，同时订阅我们频道，关注我的微博，微博名在新故郡，然后 Follow Instagram。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那在高感性能在同级别表现里面，我觉得是我没有见到过的。你全部都是手持的，好吗？那苍蝇实在太多了。但在目前来说 ，Z 卡口的 APS-C 镜头只有两个套机镜头。那如果要推出一些，比如说，哎呦我。